肛中动中就是肛门直肠周围一个感染性、滑动性一个疾病，这个病是比较常见的，肛肠科比较常见的一个疾病。这个病人痛苦比较大啊，然后就是在咱检测时候，或者病人住宿的时候，就是在肛门周围能摸到一个硬块啊，然后一咳嗽啊或者用力排便的时候，疼痛比较明显。然后他到咱这检测的时候，咱肛门指诊的情况下，能摸到肛门或者直肠周围一个，有波动或者是没有波动一个硬性的一个包块，啊，然后就是压疼比较明显，但是它跟痔疮还是有差别，你比如说这个脓肿，咱可以给它穿刺，穿刺情况下就是弄个注射器针头，穿刺抽出来里边咱见一个脓液，肛周脓肿它分低位和高位位置。低位你包括一个是肛周一个皮下脓肿，然后肛周肛门就是直肠一个坐骨直肠间隙脓肿，这个是位置是偏低一点。另外还有骨盆直肠间隙脓肿，这个是在深部位脓肿，